哦耶！哎，有听到吗？喂？哦，有，好，哦，刚才哦，吓死了！刚才以为有爆音。好，这场演讲是请这个 Honky 帮我们来讲说怎么样是在社群中有效的提问。那刚上一场讲者也有分享哦，要参与社群的话，新手参与可能都会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那怎么样是一个有效的沟通跟提问的方式呢？就有请 Honky 在这一场演讲中帮我们分享一下。哦，好。晚安，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这个：开源技术社群的通讯协定如何有效提问这个题目。那在开始之前呢，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郑龙奇，然后在网络上或者是大家称呼我都叫我 Honky，那这也是我有时候在写共笔啊，或写一些开源资料的时候我会用的 ID，所以 Honky 就是网络上社群的大家最常称呼我的一个 ID。那如果你对于我有兴趣的话，或是我在关注科技艺术的创作跟开源技术如何用在设计上跟艺术上的这个方向有兴趣的话，或甚至是开源硬体啊，比如 Arduino，或者是说数位制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follow 我的脸书。那这是我脸书，如果你没看过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也可以扫一下哦。虽然我的那个脸书那个人数满了，就是超过已经5000人了。我也是在想要找时间去整理一下，因为感觉很多以前年轻不懂事，加了很多机器人账号。那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这个脸书副作用有是这样子，他发的废文特别多，所以你有可能会被我洗版，所以请小心使用。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如何有就是那个如何有效提问。那这个题目这个内容是怎么来的？其实是跟我那个长期参加台湾的开源技术社群有关系。那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容易在不管是脸书社团、技术社团，或是说技术交流上的一些地方，都很容易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状况很容易发生在那个新手上面啊，当然老手也会遇到，因为都可能交流太自然或太习惯，就忘记这些如何有效提问这件事情。那我过去的参加的这些相关的社团有这些，就是有 OpenLab 台北、Arduino 台北，或是 Inkscape 台北，或是开源三音表机的社团 RepRap 点台北等等的一些脸书社团。那这些社团一开始都是从那个 OpenLab 台北这个专注在使用开源技术做艺术创作设计的这种社团去分出来的。那一开始很简单，就是专注在软体上面，可是后来因为一些开源的硬体，比如说 Arduino，或者是说 3D 音表机 RepRap，的讨论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社群再分出去。所以你会在脸书上面找到很多这种开源的技术或软体或工具的社团。如果以点台北做收尾的话，基本上有很高的几率都是从 OpenLab 台北然后分出来的。大概是这样。回去，那再加上除了这个脸书的线上的社团的经营跟参与之外，其实也有举办过10年的线下活动。那这个线下活动就是每周三来玩 Arduino。那这个活动基本上就是希望大家带着自己的开源硬体与所遇到的问题，然后来到这个空间，来摄影机看一下。到这个空间，然后跟大家做交流。那这个空间就是有很多人贡献一些硬体啊、材料啊、一些工具在这边，让大家去自由的使用。所以就是有这样空间，我们才能去办这个聚会。所以我们每周三在疫情爆发之前，我们每周三晚上都有这样的聚会。然后大家就下班下课之后，就带着自己的专案计划、硬体计划来这边做交流。那这样的空间，我们就要把它称之为
口丁空间。那为什么叫口丁呢？就是 Open Lab Taipei 的缩写，就是 O 跟 T。那 O 跟 T 两个字的加起来，有东西掉了，不过没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口丁空间，口丁两个字，就其实它笔画就跟 Open Lab Taipei 的 O 跟 T 大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叫口丁空间。那 coding 念快一点就是 coding 嘛，就是写程式的意思。所以就是我们共同发起人就是取了这样的名字，然后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叫这样的空间叫 coding 空间。那后来也有人称为这样子共享工具跟材料的地方或交流技术的地方，也叫做 maker space。所以我们也被认为是台湾最早在经营这样 的地方，因为我们经营这样的空间已经超过十年。那回归到主题这边，就是如何有效提问这件事情。因为不管在实体空间，或者是说线上交流，或者是各种的交流的平台上面，我们都很容易遇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如何有效提问。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件事变得重要？但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依赖那个线上的交流，或者是说开源技术社群的蓬勃发展，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开源社群在脸书，在不同的社交平台跟出现，然后很多人会进去透过这种虚拟空间的交流方式跟人家讨论技术，或是讨论如何解决问题，讨论如何自己学习上的一些障碍。那有越来越多人的学习者然后自学者涌入这样的一个平台空间，这样虚拟空间里面，然后寻求希望透过社群的大家一起来解决彼此的问题。那所以这个如何越有效提问，这些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人去在乎这件事情。那另外就是说，刚才有提到就是那个虚拟空间那个学习方式，就是社群网络上的社群的交流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可是我们过去也有一种方式，就是也是蛮接近的，就是那个论坛。可是论坛这件事，因为在那个社交媒体越来越强势的状况下，它有点在去那边交流的人就变得比较少。然后另外是就是最重要的，其实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其实我们有一天平均一天就会花很多时间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做各种的交流跟讨论。那对于这种技术爱好者也是，他们基本上就是从那种原本的技术的论坛移动到那个社群媒体上，比如说脸书的社团。那台湾这边来看的话，其实蛮多人都会黏在那个脸书上面，所以就会很自然而然，你会在那个脸书看到很多技术型的社团或学习者的社团或各种类型的社团。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是集中在技术学习的或技术讨论交流的社团上这一部分所带来的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在那边发问，可是那发问其实就会有一些状况，因为这些社交媒体它不是为了学习而设计出来的，它只是为了让你更容易黏着或进入在这个空间去做学习。那其实它的那个社团的设计，对于想要学那个电子技术和学交流讨论程式的学习的人来说，它不是一个很好方法，很好的一个平台设计。那过去在社团里面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说，要不要把社团的那个讨论移动到别的平台去，比如说像 Slack， 或者是又回归到原本的那个论坛那个形式。可是基本上都很难移动，因为其他平台有其他平台问题，比如说有些平台它不是对外开放的，它不是对外开放的话，它会减少那个开放性。那脸书的话，或是有些媒体的话，其实他们就功能提供的功能烂归烂，可是他们还是提供一个比较大的开放性在那边。那另外是以自己台湾的使用者来角度的话，其实蛮多人都使用脸书这个平台的运作，所以后来自己在考虑这件事情也是很难移动到别的地方去。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就是基本来说，这个社交平台基本上不是为了它没有提供这样很好一个社群交流跟学习的
特别是技术层面来说，他没有设计的那么好。可是我们也找到其他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会透过其他的学习平台，比如说 GitHub 或者是台湾自己设计开发的共比 HackND 去做这种技术交流的补充跟补足不足的地方。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的种种限制，再加上是初学者或者是我们大部分人对于提问这个很基础的一个入门的方式，并没有很有效去讨论，或是没办法建立一个共识。所以如何在虚拟空间如何跟大家提问沟通交流这件事，就变得非常的困难。那这个困难就会造成说我们的社群交流，那在那个漫长十多年下来，其实说好像都在原地打转。所以这个如何有效的提问，特别是在社群交流上，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也因为这些问题或限制也产生非常多有趣的一个状况。那特别是这个新手们的各种奇妙提问的方式，然后他们所带来突破创意的无限种可能，有些东西真的会被酸或被讪笑，就是被嘲笑。可是我觉得这不太全然都是初学者的问题，而是我们在整个教育或是整个社会氛围里面，没有人好好去讨论如何有效提问，如何整理你的思绪，如何有效去做沟通。因为这是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里面去最缺乏的一部分。那现在转移到在虚拟空间或者在社群里面要跟他交流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我们很大的障碍，或者是说那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很特别想要去处理这一部分。可是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些新手们最容易遇到的这个问题，他们遇到那个突破创意的那个提问的互动方交流方式是什么。好，那举几个例子，我蛮喜欢这个插画的，蛮可爱的。举几个例子，就是新手们在社团面最常遇到提问的方式或互动方式是这样子。第一个就是最容易互动的方式就是这样，是用自己的手机去拍自己的电脑萤幕上面的程式码的画面，然后就把它贴在那个社团里面，然后发文说：“哎，我遇到这个我的程式码，写成这样子，那可是它不会动，它到底发生什么事？”那基本上这种发问方式，其实不太会有人会理你，不太会有人理你是状况，就是说你的截图，你用手去拍那个程式码，其实是它只有拍到一个片段而已，或者是说它拍出来那个影像品质，就是看起来就很不顺眼。所以大家看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大部分人就是直接就跳过，不会是去理解你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容易发生的，就是其实你的问题是其实很是要提供更完整的，可是因为我们对手机依赖，或者是说很自然而然的习惯反应，所以我们就直接拿手机去拍完就直接上传到那个社团。那这件上的造成这样的结果，它就是不会有人会去理会你的问题，因为你提供出来的问题的内容就是有残缺啦，所以就是大家就有，因为我看不懂，我也不想要花时间去跟你对话去理解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比较粗暴的方式，就是我们的教育，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以考试为导向嘛，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的对很习惯都是我们想要快速得到答案。所以我们一旦遇到问题，有些人会这样子，就是直接冲到相关的技术社团里面去发问，说：“我的这个不能动了，可以大家帮我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吗？”你这种提问方式就是会很容易被人家认为你就是伸手牌来要答案的。如果你这个时候可以去再加入说我做过哪些尝试，然后我做了哪些努力，那也许还可以帮你的提问加分，让更多人说：“你有努力过。”我们大家看到你的热情，那我也知道你用过哪些方法，也许我还可以提出我的其他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一旦你什么都没讲就冲进来说我这个不会动，帮我看一下，基本上就是可能会惹怒一些老手，他会觉得你就是伸手牌或者是做业务。那这种问题
你没有被酸爆，基本上我觉得就是算你命大。那没人理你，我觉得那个就是佛心，就是我觉得，或甚至说，如果真的有人回你的话，那你真的是要，就是要回想一下你上辈子有没有做过什么造桥铺路啊，或什么赈灾这种好事。那基本上会有人回，就真的是佛心了、啊，大概是这样。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比前面两个例子还好一些，好一些的状况是这样，就是。你把你的程式码不是用截图的方式，你很贴心，就是把程式码用剪下贴上，直接贴在那个贴文里面，这样可能好一点点。可是有个问题是说，如果你的程式码很冗长的话，很长的话，那它就代表说它会超过几百行，那几百行在一个贴文里面，你要让一个想要对你的问题有兴趣的人，他一行一行去看，然后在看的时候又没有行号。他有可能是看错行，就看到有点会东西起来，他就是觉得是放弃了。所以就是，这就是我刚才想要提到，就是说点数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讨论程式码或者是技术交流的地方，因为它本身没有提供这样的功能，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其他的方法，比如说 Pasterbin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 GitHub， 你可以把你程式码贴在那个。专门就在交流那个技术程式码技术的平台，然后再把这个连接再贴到那个脸书的发文里面，这样让大家可以就是比较有效去阅读你的程式码到底是出在哪个问题上面。那当然这个都是软体方面的，那也有些现技术社团它会牵扯到软体跟硬体，那除了程式码之外，你也要考虑到你的硬体接线。还有那个跳线怎么接，还有你的硬体描述也要都讲得非常清楚，才会能理解你的问题。所以这个直接贴上的话，其实是有直接把程式码贴在那个贴文里面，其实还是一个无效的讨论的提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最惨的是说，你的问题描述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可能就是如同刚才提到的说啊，我这个不会动。或一张图上贴上来说啊，要如何让它动，或者是派了一个 Arduino 的，或是一个开源硬体放在那边说，我要怎么让它亮起来？基本上这种描述基本上是没有人会理你的，因为大家不知道你到底想干嘛。那最好的一个提问方式是说，你可以把你的，如果你是牵扯到软体硬体的话，你要把你的软体硬体程式码都把它描述出，都写清楚。然后你如果更好的话，你可以把你的问题点然后描述出来，然后再更好的话，你可以把你的问题点你要解决的问题做了哪些努力，用过哪些方法 ABCD 把它列出来。那这样的话列出来之后，大家虽然这样会的贴文发问的方式会蛮漫长的，可是他在帮忙你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在帮助你在回想这些问题点这些过程。然后第二点，你如果能清楚写出来的话，其实是可以让更多人感受到你要想要解决这件事情或完成这个计划的决心跟热情，然后大家才会被感动，说愿意去回复你的问题，或者是说看到啊，原来你用 ABC 都没办法用，那它就有代表它有一点挑战性，那就会勾起别人想要去解决问题的这个情绪，然后才会更多人去回复你的问题。那如果你这些东西没有做的话，只是一句话，我想要让它动起来，为什么它不会动？对，或者贴了一个硬体照片进来，或是贴了一个软体的程式码照片进来，然后你想要大家理解你的问题，这基本上不可能的，因为大家不是通灵王，或者说你就是把大家都当做通灵王这件事情，是会有问题的。那针对以上的这些刚才那个举的那个例子啊，虽然我相信在其他的社团也很容易常遇到，那这些如果你常常发生这件事情的话，它会让造成你在这个社团的一些那个 ID 的，或者你对你个人的那个印象变得很糟糕，所以你之后要再继续跟人家互动的话，其实是会有个非常坏影响。所以这件事并就是对我来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群互动的一个方式。那另外也在社团上也跟其他一些伙伴也提到这个问题，那要如何让大家一起的
一起在学习跟技术交流上变得更好，如何有效的提问。那那时候就跟有个叫做 Andrew Lin 的朋友就聊得很来，就是说，所以我们就一起起个头，就是说发起一个工笔的计划来倡议，希望可以让技术台湾的技术社团的每个人，然后这技术社团的交流变得更有效率，大家变得更好，然后让台湾的那个社群的交流文化变得更加的可以帮助到所有人，所以我们就一起发起这个一个共笔计划。那这个共笔计划就是在讲之前，我还是想帮这 Andrew Lin 就打一个广告，他的脸书在这边，因为他自己有在经营一个社团，然后这个社团也是有些开源技术跟 Linux 相关。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他脸书，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蛮喜欢这种蛮有趣的人的一个技术开发者，所以我都会把他优先设定为那个优先订阅，而且推荐给大家。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共同发起那个计划到底是什么了？那个计划就是放在这边，然后那个计划名称就是关于程式码的问题，如何在社群里面有效的发问提问。然后让每个初学者，不管是老手或新手，每次的提问都是对整个社群来说也有帮助的，然后对你自己的提问来说也是有得到快速有效的互动跟解决，一起讨论完整件事情或解决这件事情。那程式码那边，那如果你觉得字太小了，没关系，我这边还有准备一个 QR code， 大家可以扫一下。那这些文件啊，其实里面大家有仔细去看的话，它列了很多建议，然后几个范例，让大家去了解怎么去有效提问这件事情。可是对我来说，不想要讲那么啰啰等的话，其实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同理心，就是你可以想到你一个发问者，你可以交换个。就是把你的位置交换一下，就换成如果你是今天有能力解决其他问题的人，那你要如何？你要想一下哪些问题会勾起你的兴趣？是那一种，就是伸手牌的问题嘛？就是你就来到一个地方，然后上面有人突然冲过来跟你讲说：“我这个不会动了。”他想怎么那里动？那这种人，你这样的问题，你会想要去回复他吗？如果不会的话，你要怎么去设计你的问题，或是有效的让你的问题的描述可以勾起别人的兴趣，然后去回复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虽然我刚才从那些举个例子，或者是说刚才那个如果有效提问这个文件里面举了很多详细的内容，或者是说建议，那基本上那么多，可是它实际有核心在，那个核心在就是说，发问者也要有同理心。那你有了同理心之后，你才那个你的问题才会有效的勾起别人的兴趣去回答你的问题。那每次的有效的提问的问题这个动作，都会帮助整个社群一起成长，因为大家都会看，有些新手也会跟着学习，就是他看到原来有人这样提问可以得到很多人回复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去跟随，然后去观摩这个提问的方式跟内容是怎么去办到的，怎么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每次的提问，它不仅仅只是在解决自己问题而已，它也在帮助整个社群的交流文化变得更好。所以我很希望就是可以透过这次的分享机会，跟 Andrew 一起发起的这计划，可以帮助到更多人，然后改变就是让台湾的那个社群交流文化变得更好。因为这件事情困惑了十几年，就是发现怎么每年、每天或每个月都有同样的问题一直在发生。所以很简单的说，就是那个同理心，就是你在发问前，你可以反复的想一下，如果你看到社群的发问贴文，哪一种内容你会有兴趣回答？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检验你自己的提问。如果你连自己的问题的检验都过不了的话，那我觉得就不要提出来，因为它可能真的就是真的没办法引起大家的有效讨论，他连你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那就代表说那个提问有可能就是真的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或者是无效的提问。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要有效提问的话，你可以设身处地的把自己的角色转换过去，就是你就是一个路人，看到这个问题你会不会去回答，
然后这个共笔的发起啊，它其实也不是我们独创的，其实我们会受到一个大前辈的影响，就是这个大前辈写了一个文章，就是提问的智慧。那只是我们在发起的共笔的时候，我们会加入更多台湾的所遇到的一些例子跟问题，还有文化上的差异的部分，我们会把它加进去。然后还有另外就是说，我们也会加入了更多有关于开源硬体或硬体部分的一些提问的部分。因为当初这个提问的方式，它是我记得是在 Linux 的那个，或者是比较偏软体开发的这个的开发者社群的一些问题的整理，所以他们在过去也是遇到这种社群内遇到很多这种提问的一些状况，所以这个人 Eric 这个人他就是大前辈才写出了提问的智慧，可是他比较 focus 在是软体端。那我们跟 Andrew 发起这个是也涵盖到硬体开发这一部分，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好好看比较这两个部分，这个文章差异在哪边，或者是说有任何想法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说。那如果你觉得那个什么，那个提问智慧要去 Google 太麻烦了，没关系，我们帮你准备好了，你可以就可以扫一下这 QR code，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提问智慧的那个 GitHub 的连接，这里。那我们在做这件事情，跟 Andrew 的提问的提倡，或者说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分享，因为我们想要做的一件事，想要达到的理想是这样的，我们希望这个开源技术社群的这样的通讯协定，我们认为这样子提问它也是一种通讯，就彼此沟通有效沟通的一个通讯的协定，然后这个交流它也是一个技术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我们希望这件事如果有效提问，如果有效的交流这件事情，它可以变成大家的尝试，变成大家的共识。那这个共识是希望说，只要加入社群或是来去不同的社群交流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有这种尝试说，哦，就是我知道要如何有效提问，那种感觉就像说，我今天要过马路了，我知道如果使用红绿灯，使用善用这些辅助工具或是这些尝试的判断，去协助我安全的走过一条马路，或是完成一件任务这件事情。那我们觉得这个有效的提问，提问的智慧，这个都是我们想要去鼓吹、想要去提倡的。我们希望更多人可以去理解这件事情。那越多人知道、支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整个社群才会一起变好。就是社群的文化是这样子，你一个人变好是没有用的，是要所有人一起变好，大家才会一起变好。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件事，提问的智慧，还有有效的交流这件事情，还有有效的提问、有效的交流，还有提问的智慧，它可以变成大家的一个尝试。那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大家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帮忙推广这件事情。那我也把我的那个简报公开分享在那个网络上，你可以扫到这个 QR code，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简报。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大家可以一起帮忙。那陈璐刚才讲的，就是你一个人变好是不够的，大家一起变好，我们整个技术的成长或是学习的成长才会迈向到下个一个里程碑，而不是在一直在探究这些比较基础的知识、基础的那个交流的技巧的上面的打转。那其实这边是有点耗损时间，我觉得时间应该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大概是这样子。那最后就是，如果你对于这个学习上一起学习、一起陪伴成长这件事有兴趣的话，我跟其他几个蛮好的朋友，我们有发起一个社团、一个社群，叫做伴伴学。那这个社群其实也是有点在想要解决这些社群交流上的问题，或一起学习成长的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学习，他其实是有点缓慢的，可是如果有一群人。对于某个主题的热爱或是有兴趣，然后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透过这种社群式的自学共学的话，我觉得成长很快。然后另外他也可以获得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在这个广大的技术的海洋里面一起前进、一起前行。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加入这个伴伴学这个社群。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这边提出来，那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然后一起变得更好。然后最后，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今天的分享，感谢大家的聆听。好，谢谢 Honky 的分享。这个好像可能因为你的题目是如何有效提问，所以大家都没有提问。对啊，因为就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理念的提倡。嗯，对。大家如果对更你详细的内容还有兴趣的话，可以那个 Honky 刚刚给的那个共笔，上面有更多的内容。没错。希望可以把简报 QR code 放在共笔。简报，你说你的那个人肉演出的简报。好啊，我等一下，好，我等一下把它补上去。等一下。好，如果大家没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进行下一场的演讲喽。OK。好，谢谢 Honky。谢谢。